中方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动荡不断升级深感担忧，反对侵犯黎巴嫩的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，反对任何激化矛盾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的举动，希望有关方面尽快重返政治解决的轨道，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分歧，推动地区的局势尽快降温。